呢個活動其實咧有個好有趣的故事，就係話以前有隻蟒蛇喺度啦，跟住咧就係隻蟒蛇俾個村民擊敗咗，但係佢條屍咧就第二日咧就俾呢、這個就離奇咁樣失蹤，然之後咧個村又發生個瘟疫啦，跟住就有呢個冇火龍嘅傳統咧，即係有冇完火龍之後啲瘟疫就消失曬。一個活動主要的目的就可能即係喺中秋佳節之前咧，可以有一個活動俾大家可以享受下節日氣氛，感受下呢個氣氛啦。咁都希望嗰啲掂過龍香嗰啲人咧，都可以得到平安啦。有幾十年經驗㗎啦，睇我都知啦。最難啊，因為個龍頭好重，冇幾下咧，你又要轉第二個。所以咧，龍頭嗰度咧係好多人嘅，唔俾一個龍頭。為咗即係我哋承傳下呢個中國文化遺產，我哋咪要去舞咯。因為我都舞咗幾十年了。